又是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学三语的时刻了。拼智力，斗创意，比脑力，比速度，比反应，哇，这就是三语通通通最好玩的地方。马上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A 组。两位之前都有参与过 Astro 小亮的节目，对不对？有。哇，这一次为什么又会再来呢？想多参与一点。是不是想学三语呢？对对。那今天我们要学三语嘛？平时都知道你在电台啊，都是说哎广东话。对。那你对国语、英语怎么样 ？OK 啊，我是这自由生。OK， 考你。真的。Simple Pasa。把猪阿比啦！啊，把猪阿比，好，还是小朋友比较厉害。好，你们知道我们第一个环节是什么吗 ？Go Go 跳跳板，爬山不困难。这一个环节呢，要考的是你们的专注力还有体力。你们体力行不行？行。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我们请看 puzzle， 准备开始，看你们可以找出几个成语。看到了，有气无力。在哪里？有气无力，有气无力。答对，下一个，快快快！一败涂地，赶快！一败涂地，快点，时间在走着。一败涂地，好，答对，下一个，天灯，颠倒是非，在哪里？颠倒是非，颠倒是非，好，答对，下一个 ，Miko， 听天由命，听在哪里？听到这边，时间到，你们很恍神，是不是太紧张啊？有一点呢，那个音乐很紧张，叮叮叮叮叮。看我们的脚长，尤其是 A 组，请看这个游戏最重要是什么？脚要够长才会赢。准备好，我们就请看 Puzzle， 有难度，开始。这里，什么成语？鸡同鸭讲。嘿，啊，有了，错，你们把念出来。你要把它念出来，鸡同鸭讲，一个一个字，一个一个字讲出来。鸡同鸭讲，鸡同鸭讲，鸡同鸭讲，有了。好，答对，下一个。废寝忘食，废寝忘食。百步穿杨，快点，快点，快点。刚才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你忘了把成语说出来。不用紧，因为呢，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也要过，对不对？这台第二 game 不好吗？我们等下还是会赢的 ，A 组。看运气喽。好，来到第二个回合，你们要找出的是英文词汇。刚才呢 ，B 组在玩的时候，你们就在那里一直笑，笑是什么？太好笑了，我们来示范一次。A P P L E， 他们都在笑 ，Emily。有了，鸡同鸭讲，鸡同鸭讲，很可爱嘛，不要笑人。准备好，我们就看 puzzle。准备。Actor， 好，答对。Chef， 哦，完了 ，C H E F， Chef， 好 ，Chef。这边 clap 开始，什么 ？clap 好 ，C R I， 什么？错，再来。
你回来快点，你快点出去。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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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找到为止。行了，行了，行了。Catch up, catch up, catch up. S I S I S. Catch up, catch up. 上面抱，起这边抱。Catch up, 去 catch up. 快点举手，举手，举手 ，catch up, catch up, catch up. 看前面。啊哈，时间到。这个教训要跟你们说。不可取笑别人，你看这个时候你们也忘记了是不是紧张。虽然我们只是对两题，可是有可能我们对一题半哦。有小心自己哦。好，那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请看 puzzle。 准备好快 ！OCTOBER， 还没有举手，你还没有举手。阿爸爸，再来，再来，再一次，再来，再一次。阿爸爸 ，OCTOBER， 阿爸爸，出来！啊，快去，快去，快去 ！JULY， 出来！哎，啊，快去，答错 ！JULY，JULY， 出来！错。因为 October 是错的，虽然 October 是 July 是有这个英文词汇，可是呢就不在我们问题里面。你们的专注力很好，可是呢你们没有注意看问题。好，我们来看看成绩 ，A 组 B 组，你们觉得你们谁会领先？我觉得谁领先都不重要 ，OK。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一时的成败不代表一切 ，OK。说得好，我们来看看 A 组在第一个回合答对了三题，300分。B 组在第一个回合只答对两题，200分。好，到第二个回合 ，A 组答对了两题。所以200分，总分是500分。B 组答对三题，300分，所以总分是500分。哇，竟然平手！现在呢，来到了抢答题的时候，答对200分，答错不扣分，可是答错另外一组可以补答。请问，势均力敌是什么意思？好。譬如说，在一个比赛里头，两组的实力相当，成绩很难分出高低的意思。哇，恭喜 B 组获得200分。所以现在呢，所以现在 A 组的分数是500分 ，B 组的分数是700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有更难的挑战等着他们。你知道汉语的规范标点符号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吗？现代汉语的规范标点符号是大量参考了古代汉语以及现代英语的标点符号。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逐渐稳定成型是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欢迎回来，三语通通通。哇，继续挑战。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玩的，一个人在画，然后对方在猜。好，那你们平时有没有画画？画画是我的爱好。哦，画画是我的 hobby。可是我听好像是姐姐教你讲的哦。那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马上进入这个环节 ，Go Go 涂鸦版轻松猜猜看。先开始，这个时候呢就要考你们的创意力还有思考力，准备好吗？准备好了，姐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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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计时开始。到底是什么呢？
不可以比动作，错。汪可能是不对呀、啊，汪达汪，要不要下一个？汪没加，好，答对，下一个。赶快赶快，那个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好，下一个。快，时间到了。罗马，快点！明明，海蒂，罗马，海蒂，海蒂。时间到。这个是什么？打仗，海蒂。打仗，海蒂。海蒂，你说对了，可是打仗你猜不到。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尽力。OK， 会更好。没问题。好，计时开始。这个是什么呢？可瑞西，可啊，古达，古达，这个又是什么呢？古达什么？古达，古达，奥然，古达，古达，古达博克。然后不可以比手画脚，可以下一题吗？我们多一题就可以了的，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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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Happy， 不对，好，答对，下一个，好有创意 ，Happy， 嗯，Hap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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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 ，Happy，Bazaar，Bazaar。对，为什么刚才你的新布兰巴萨有英文在里面 ？Happy spoil。好，我们现在轮到 A 组的小朋友猜哦。小朋友们有教我一点点技巧上，就是让他们明白的。是什么技巧？就是讲，比如说他们刚才不是哈蒂，所以其实我妈妈已经教过我们，我们就先画一个很大的心，再画一个小的，再指那个大的。哎。这也是不错哦，是要考大家的创意。OK， 马上开始。沙拉，沙拉加油，沙拉欧朗，沙拉安娜，罗丹，巴朱，巴朱丹。下一个，跟着哈蒂，韩杜，韩杜过来，好，答对，下一个，快快快，穆伦，马拉穆伦，穆伦莫拉，时间到，好，还蛮不错，现在我们看看 B 组又怎样呢？Emily， 是，平时你的画画 OK 吗？非常好，非常好。是，准备好了吗？好，开始。哇哦，到底是什么呢？哇，你画的好像很慢，还是你不会画？安音吉拉，不是，吉拉安音，走。哎，不可以说出口，哎，动作也不可以，已经很明显了。没了安音，不是，错。没了安音，错。没了安音，错。另外一个。啊！好，其实是大希安音。好，我们来看看总分。 A 组在第一个回合呢就答对了一题，加100分，总分是600分。那 B 组呢也同样答对一题，加100分，所以总分是800分。哇，来到第二个回合， A 组呢
他的策略好像有帮助哦。答对了几题？两题，所以是加200分，总分是800分。你们在第二个回合完全是零，所以呢，两组都同分800分。告诉你，站在高峰上是寂寞的，所以呢，我们要打成平手一下。是，我们就不用紧了，对不对？要这样子才好玩嘛。好，相信自己哦。我只是希望全部人一起干吧的，全部人一起加油。可是你们知道吗？平时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就会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刚才的时候，我就听到你们很多人就说：“哎，不要这样嘞，就是嘞啦。”你们说，在华语里面是规范正确的吗？是错，对不对？是我们特地请了一位警卫来报新闻，他就是阿炳。OK， 马上进入这个环节 ，Go Go 直播室，阿炳来当班。欢迎收看阿炳播报新闻。大家有没有发觉最近天气非常炎热？虽然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天气一路来都这么热，但是我还是很顶不顺啊。导播，我现在热到没办法报新闻。今天的结论就是最近天气非常炎热，请大家好好保重身体。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我们下次再见。好，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有一些错误？听到了，哎，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对。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一分钟计时开始。好，这两组人马都势均力敌，到底谁的答案才是正确的吗？广告回来之后再告诉你们。在英语的数字词语里，也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每个字的字母数目和那个词的数量价值是一样的呢？在英语的数字词语里，只有一个字的字母数目和那个字的数量价值是一样的，那就是 four。欢迎回来，三语通通通 ，Go Go 直播室阿炳来当班，有没有找到错误啊？有。好，马上来看看你们的答案。A 组找到的有，一路来，一直以来，顶不顺，忍不住，热到很热。B 组，顶不顺，受不了，一路来，一直以来，热到很炎热。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欢迎收看阿炳播报新闻。大家有没有发觉最近天气非常炎热？虽然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天气一路来都这么热，马来西亚天气一向都这么热，但是我还是很顶不顺啊，但是我还是很受不了啊。导播，我现在热到，导播，我现在非常热，没办法报新闻。今天的结论就是最近天气非常炎热，请大家好好保重身体。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我们下次再见。 A 组全都答对， B 组热到很炎热错。为什么是错呢？很炎热应该是形容天气吧，很热是形容自己，对不对？就是自己的感受。对，很炎热是形容天气。 A 组呢答对三题加300分，总分是1100分。 B 组答对两题加200分，总分是1000分。好，现在两组只相差那区区的100分，紧张时刻又到了，抢答题时间。好，请问阿炳刚才报的那则新闻里面，天气的结论是什么？阿炳说天气现在很炎热，所以非常炎热，所以我们要全部人都要好好保重身体。答对，所以加200分，总分是1300分。好，接下来进行这个环节呢，你们应该非常兴奋，因为我们要玩水。马上进入这个环节，
Go Go 实验馆拼字冒险团。你们知道为什么 spelling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吗？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英文字母的发音 pronunciation， you know。很多人都用 short form， 比如说你们有试过用什么？比如说 u， 我们本来应该是 y o u， 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写 u。哦。A 组 ，like l i g t， 好，答对。car， 第二。好，答对。Thursday。T-H-U-R-D-A， Hello 呢。Member。M-E-N-D-E-R。好，答对。哇。Castle。城堡 C-A-S-T-L-E。Culture，Fantastic Baby，Ostrich， 我投降，我投降。最后的结果是 A 组答错三次 ，B 组答错两次。好，今天获胜的是 A 组，总共是1400分，获得总价值900令吉的礼物。当然 ，B 组呢不要灰心，你们获得安慰奖，总价值300令吉。你们总分是1200分。